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，他因自己的大仁慈，借耶稣基督由死者中的复活重生了我们，为使我们获得那充满生命的希望，并获得那为你们已全能在天上的不腐坏无瑕疵不朽的产业。因为你们原是为天主的能力所保护，为使你们借着信德而获得那已准备好在最后时期出现的救恩。为此你们要欢欣踊跃，虽然现在你们暂时还该在各种试探中受苦，这是为使你们的信德得以精炼，比经过火炼而仍已消失的黄金更有价值，好使你们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堪受称赞、光荣和尊敬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爱慕他；虽然你们现在仍看不见他，还是相信他，并且以不可言传和充满光明的喜乐而欢欣踊跃，因为你们已把握住信仰的效果、灵魂的救恩。上主的话。感谢天主。